你们应该打二级嘛，我讲一下，讲一下好了。我们打二级，像刚才那个护心水，你们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但是要打清楚，要打清楚。护心锤一样，二层可以慢慢打，唰合过来，慢慢打，合过来，蹬蹬，眼手锤，小擒拿，合，哎，单直接单边拉过来，前招，后招，打一个野马分钟。打野马分钟，直接打懒叉一，单边拉回来，直接玉女穿梭，直接穿过去，直接拉单边，走靠是不是？然后再活步云手，二三四五，吹过去和。白下，这叠唱啊，一合，再一合，后面就是接倒卷弓，哎，我觉得后面在这一段又重复了，白来的公式，哦，可以吗？好，请坐。